有打赢我的话，霸王花就不用解散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也一笔勾销。哼，知道啦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在等你。哎，你要先来吗？当然喽。我来殿后。好，我来。来吧，下个是谁？老规矩啊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。啊，拳脚是不长眼的，体质肉搏很容易受伤，我看我们换一种别的比赛好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意思呢非常的简单，我呢先用一招三凤朝阳攻你的上部，接着呢用一招波涛群蛇攻你的下部，然后呢就是天马归巢攻你的中部，最后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就用脚。你们不用看了，现在只剩你一个，霸王花的生死存亡就在你手上，你也可以弃权不打。弃权？那多丢人啊！你意思意思要过两招嘛啊？来啊！你以为这样就不痛了吗？